欢迎大家，我是于国定。最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大家对于什么呃永续经营啦，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然后突然一下，我们的生活之中对永续这件事情，从嘴上讲，现在变成要身体力行。那我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专家呢，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位专家，他也是呃所谓我们讲的这个呃。 呃，应该讲什么？金融界的精英哈，然后现在呢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做影响力投资。呃，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影响力投资》这本书的作者吴道葵老师。谢谢，谢谢你这么 kind 的,的介绍，不是精英了，差得很远。 哦，我还没有讲完他的那个丰功伟业，你听的会吓一跳。他是美国华顿商学院的这个毕业生，对，然后他也是我们呃张新恰学术基金会的那个呃访问学者，他也是富富尔布莱特富尔布莱特基金会的这个学者哈、哦。那这个都是很厉害的啊，就挑一些厉害的人去去国外去去去游学嘛哈、哦，对不对？人生有时候很多时候是运气也是了。 老师啊，这个当第一个，我们要先问老师吴吴兆辉老师啊，影响力投资什么是影响力投资啊？啊，国丁兄，谢谢你的介绍啊，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啊、嗯呃，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影响力投资。影响力投资呢，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它是两件事情的组合，两个事情，第一呢就是影响力，第二呢。 就是投资，那么投资我们一定要谈的是什么呢？谈的是利润。 啊、哦，所以我们不是慈善，我们谈的是投资，我们一定要有,利有回报的，要有回报，要有利润，叫做投资的利润。另外一个是叫影响力，影响力其实大家都知道影响力是什么，影响力是一个普通名词，我们常常在用。国定兄很有影响力啊、哦，那大家都知道影响力是什么，但是在我们这里的运用呢，影响力本身是一个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定义。最基本的定义呢，就是它要产生正面，而且可以衡量的社会效益。社会效益对正面，正面而且可衡量的社会效益。所以，影响力投资基本上的概念很简单，就叫做双底线。双双底线两个。 Double button line。 那么我们通常讲 button line 就是讲我们看的财务报表 income statement 就是损益表里面的最后一条线是什么呢？就是你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最后还剩下多少钱，就是你赚了多少钱或赔了多少钱的那条线叫 button line。所以我们讲投资呢，一定要讲 button line，我们赚钱赚多少，赔钱赔多少啊，这是第一个。那么影响力，我们一定要是正面而且是可衡量的影响力。 那么我们的影响力会对标什么东西呢？最主要就是对标 SDGs，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okay. <对>总共有十七个大的 Goal <对>。比如说，第一个是消除贫穷，第二个就是消除饥饿，第三个就是什么健康与福祉，第四个就是优质的教育。 第五个男女平等等等的这样子，十七个。那这十七个大的勾呢，里面又有一百六十九个 targets。那影响力是什么？刚刚讲影响力，第一个，我们的定义是社会效益。那么我们对准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 focus 就是 SDGs 的这一百六十九个 target，我们要提出 solution。 因为这里面包括比如碳的问题、<对>洁净的用水的问题、医疗疾病的问题，我们对这些 challenge，对这些困难，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可能的困境，<对>要提出 solution，要提出解方，对，然后产生的社会效益，这个叫做影响力。那什么叫做解方呢？简单的说，比如说你现在说我们一个。 啊，呃、污水的问题的一个处理，那么你可能是提出一种科技的方法，对，来解决它。对对对，你也可能是发展出一个设备来解决这个污水的问题，你也可能是提供一个服务来做污水的一个解决。啊，你也可能是本来有的一个东西，现在在这里做，但是在一个不同的市场，一个 under s e r v e d 的市场，就是别人比较不注意的市场来做它。 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一个我们对于 SDG 的那些 challenge 提出的解方，解<放>而这些解方呢，一方面会产生重要的社会效益，<對>第二个这些效益是可以衡量的。其实这个跟我们以前啊读书啊，你气管系的嘛哈，是、嗯、当时以前我们这很强调什么 ROI 呀、啊。 是吧？这个什么呃，return 就是说你的投资报酬率怎么样啊？是的，是的，是的啊、呃，你的这个能不能赚钱啊。所以我们就说啊，你要看到机会，要掌握机会，要创新啊，要找到新的市场机会，那是我们首要的经营的这个重要事情。是。那可是现在看起来，其实，在赚钱之外，其实更重要是你做什么事情。是。那个事情对整个人类来讲。 到底是什么？就是出由于我们很多行业，譬如说，你去做军工事业哦，现在很赚钱哦。对，台湾最近军工事业股票也涨得不得了。为什么？<的>打仗啊，一打仗嘛就开心啊对不对？是<的>，我就营业额就高了。但是事实上，这不一定是对我们人类有益的事嘛，可能是非常有害，也不一定。对对是的。对，所以说刚，刚讲的说，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影响力投资绝对是未来一个主流的东西嘛。 当然是，我个人当然觉得，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其实是非常多，是、啊、大家都知道的，天天听到的 E S G、啊、这三件事情，对 <S E S and G，<S 对，对哎，<对>我们面临很多这样的一些可能，一<对>可能的一些变局和困境，对，就是企业的营运里面，对，看到 E S 或 G，对，可能的风险，对，对然后我要做一些事情去解决这些风险。 那它产生的是什么两样东西？我觉得，第一个你会产生很多的成本，对，因为这个营运的改善；第二个呢，你可能会产生很多的焦虑。如果你不做，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当然，你做好了以后，会使得你的永续的形象会提高，对这个世界减少了伤害，对。对 影响力投资是什么呢？就你要做这些事情，比如说你要解决废水的问题，比如你要解决很多的碳排的问题，你要有一个 solution 给你。对，所以影响力投资就是去研发这些解决的方案，是来帮别人解决他的 ESG 的问题。对，因此它会产生的很多的是一些什么？是它的收益。 对，因为这些 solution 最后换成的是它的 revenue。对，啊，所以你刚刚说它会不会是一个很有可能会更长期的推动的问题？我们看一个事情有没有一个 drive。对，要看第一个事情，<对>这个 drive 要看第一个事情它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市场。 对，永续这个事情，SDGs 是二零一五年十二月的时候，联合国一百九十三个国家共同通过，说希望在未来十五年，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的蓝图。对，对啊，那么，呃，影响力投资在这个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 solution，而，呃。 这个十五年已经过去一半了，所以我们现在是 SDG 的下半场。这个上半场 c r e a t e 了非常多的法令，对，非常多的 action，企业的 action 是啊。其实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 c r e a t e 了很大的 demand，对于永续商品的 demand，对，对对这个 demand 就是对于 solution。 的需求，我们做投资。以前过去，我们就说啊，这个第一个重要叫赚钱，不赚钱就是罪恶，对吧？就是这个是要赚钱，是列为第一重要。我们现在是说，赚钱不是坏事，但除了赚钱以外，你还要想你做的这件事情对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有什么正面的影响。这个要在这个赚钱之前，否则要不然你虽然很赚钱，但是如果你做的项目是很怪异的项目，呃，这个项目对这个社会可能。 有带来伤害的，即使赚钱，你也不应该去想象嘛，哈。我再稍微补充一下影响力投资这个事情啊。<对>一个方面呢，就是影响力投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目的其实就是要来解决我们人类现在所面临的社会或环境这两个方面的可能的一些困境啊。所以，他如果没有这些困难和 challenge。 就不会有影响力投资。换句话说，影响力投资它真正的目的就是要用投资来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人很多，比如慈善机构，它是要用捐赠来改变世界；对对对创业创业家<对>可能要用创业来改变世界；<对>科学家科学来改变世界。<对>影响力投资就是要用投资来改变世界，它的做法。 就是要 pri capital, private capital，private public good，嗯，就是怎么样调动更多的 private capital，私人的来私人的资本，对，来进行公众议题的解决。对，那问题是为什么要解决公众议题？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段呢？其实影响力投资另外有一个我们的描述，一个叫做行善。 致富，自<对>英文叫 do well by doing good 对。对，do well by doing good。啊，啊行善致富，嗯、你也可以说它是义利并举<对>啊，是义和利这两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做。对，所以刚刚说的真正的定义叫做双底线，就是你一定要去知道你的 impact 是什么，就是影响力，响力你的社会效益是什么。 第二个，你一定要追求的是一个利润。好，<是>我们先讲了这个这个定义，再重复的讲了一遍啊。刚刚国定兄说有一些例子来举给大家听一下，我想我先我先举一个例子，我们在书里面的第一个例子啊，叫做 D Light 这一家公司。D Light，D Light 这个公司呢，其实是一个小青年，当年的十几年前、二十年前不到十几年前的一个小青年，<对>叫 Sam Goldman。 Sam Goldman 呢，是一个加拿大的大学毕业生。当年啊，<是>那么当然是比较特别的人。他一毕业以后呢，就直接到西非那边参加和平工作到非洲,非洲西非最穷困的地方参加叫做 Peace c o r p 嗯，他在那边已经待了四年的时间。<是>那么他有一天呢，他回来的路上看到在路边呢。 有一个小朋友对躺在地上，<对>身上呢盖着一些树叶，敷了一些草药。为什么呢？因为他被煤油这个燃料，煤油作为冰箱也好，作为这个啊、呃、点灯也好啊，这个呃这个照明也好，的那个煤油做了一个爆炸，然后然后然后烧伤了，全身都覆盖了一些一些膏药。那么这个时候，一般人看到这个情形会做什么？ 也许你什么都不做，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司空见惯，就很普遍，很普遍。你常常看到这个事情，啊、你也没办法，对不对、啊？当地很普遍、啊，就是这样。我们平常我们在这边看到很可怕，但他们可能就很很司空见惯。或者你掏出你口袋里的一些钱来做一点慈善的捐助，对对对也可能会这么做。那 Sam Goldman 的想法不一样。 他认为人类都已经上了月球了，对这个事情一定有办法来解决，对，所以他就想办法写信给世界上做这种离线的太阳能灯的公司，太阳能的灯，太阳能灯，但是是用离，就是不是在接的电网里面的，是就是单独的太阳能灯，对，它有一个小电板，然后把太阳能灯能够照明，对，收集了电，有个小的储存，然后就照明。 他写信给这些公司说：“你们要不要来做这个东西？我们这边有六亿到十亿的人都是在没有电网的情况之下生存。”他说：“市场很大，很大。你们要不要做这个？我们来帮你们卖。”啊，我因为我是来自于西方，我能够帮你卖。结果呢，大家都没有理他，因为谁都不想跟这些穷鬼打交道。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就回到学校，回到 Stanford 大学去读 MBA。对。那么他在那边长话短说，找到了。 他要的创业的资源和伙伴，他学了一些课程，他特别学了一个课程，就是你怎么样为最贫穷的人。 做设计，对你想想看，我们做设计啊，<對>为有钱人做设计的一个商品，和为最贫穷的人做商品，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通常教我们的都是为有钱人做商品，欸、豆瓣豆瓣都是这样，对不对啊？我听说过、啊、为这个专门为最穷穷的,的人来的人做来做商品的设计，<對>他在这个课里面得到了非常多的启发。嗯、那这个课是 Stanford 大学的一个学院，叫设计学院，<對>名字叫做 D School。 第一个点儿 school，<对>所以他后来的公司叫做第一个点儿 light，<对>啊，所以他就是用他这个名字来跟他的学校来致敬，表示他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那简单的说，他们就是做了一个离线的太阳能的一个照明的灯。对，对对那这个灯呢，一开始去照明，这很简单，甚至于不是很美观，<对>但是它耐用。对，对他那个时候一毕业。 他们拿到了第一笔钱，一个人就飞到广州去学怎么样做最便宜又最耐用的产品；<是>一个人就飞到印度去学习怎么样跟穷鬼打交道，啊、或怎么样去卖东西给最贫穷的人。对，好，然后他们这个事情发展，长话短说，他后来有了几千，在他服务了几十个国国家，呃，对对几千个。 经销商，<对>然后他的产品服务了一亿的人，对，啊，一亿的一亿的人，<哇>所以他觉得一个一亿的人的照明这件事情，是他就解决了这些人，啊、他们因为总共大概在六亿到十亿的人是没有那样的一个照明，<对>他就解决了他们照明上的问题。那这个这个其实是对 SDG 有非常多的贡献，比如说第一个，它没有煤油的那些臭味，对。 不会去伤害你的肺，对；没有煤油的那些烟熏，<对>不会伤害你的眼睛，<对>这个是不是对我们的 SDG Number、no. Three 是有贡献的，对,对,对不对？然后呢，他也给学生提供了更好的照明，让他有比较好的学习；给小商贩更好的照明，让他可以做更多一点的生意啊！甚至于，他也减少了贫富不均这件事情。 我原来看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以为他的贫富不均的解决是解决了更多的人拿到他的工资，然后因此能够解决贫富不均。其实不完全是，他为这一亿人节省的 <coughs> 那个煤油的采购的费用，达到四十几亿美元。 哇，这些人是这么穷的人，对对对，他们采购煤油花了四十几亿美元，对、啊，所以对贫富悬殊的问题也做出了一点贡献，對,對,对，所以这一个例子就是说，它产生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能够解决 SDG 里面的一些问题，对于这些最贫困的人提供了帮助，啊、然后他自己赚了钱，所以有社会效益又有。 投资利润，你看，这是一个呃，对穷人来讲，他生活方式的一个结构性的改变，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他就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他可以腾出更多的呃，可能是生活上的费用，嗯，可以做其他更有效的事情，嗯、是的，所以就甚至是说，对于脱贫这件事情都有贡献，都有一些贡献。其实我们从可以看起来，就是说，呃，除了呃，我们刚刚讲说啊，这看到一些贫穷的世界。 出的一些啊状态，啊、呃呃，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案以外，那其中他讲到一个案例，也是你书里解写的，就是啊、呃，好像是欧美吧，这个把这个监狱民营化，是监狱，他他发现就是要照顾一个监狱的犯人，一个囚犯，一年要花到八万美金。 要花是差不多，嗯，那这八万块，事实上对于可很多很多贫穷呃一般人家讲八万块就他一年的生活费了，是而且算是不错，所以我们要为了这样的人花八万块，<是>然后呢效果还不好，是对，所以他们就在想说，那我可以把它包出去，重新的来做一个新的效率的想法。这是在英国的，<对>英国的有一个。 呃，监狱的一个案件，就是说，你刚刚说说的很对，是呃数字我记不得，就是说，是不是一年要花八万块钱的钱，啊、我有一点记不得啊、哦。<是>那但是呢，这个他们有一个统计，最重要的就是说，很多监狱出来的这些人、哦、啊，他的回笼率很高。 对呀、啊，回笼率很高，啊、就会继续造成社会的成本，对、啊、政府的成本。啊、不管你是不是民营化，<对>民营化其实是 control 成本的一个做法。对，那我们的重点是能不能够我们让回笼率降低。 对，那关键是在于说，政府这些人已经离开了监狱，他的犯罪的行为已经得到了惩罚。对，那么政府已经没有办法再给他什么东西了，不能再管他什么，<对>政府没有这个立场来做这件事情，已经这件事情结束了。啊，那可是问题是我们都发现，其实他们发现是最呃。 近期的两年就是出狱了以后啊，啊最前面两年、啊、最容易能够又又再犯回来，就回到他熟悉的，回到他的原来，他没有没有办法，啊、很不容易找到工作，对、啊，对啊、所以他又回头去做他会做的事情，啊啊、然后他又回到他的监狱里面去，啊啊、这是非常糟糕的情形。所以呢，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政府没有办法做更生人的辅导，对，民间可不可以做？对。 那民间来做，谁来出钱做？<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影响力投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新的做法，叫做 SIB，叫做 Social Impact Bond。<對>虽然讲是一个 bond，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 bond、嗯。所以另外有一个名称叫做 Pay for Success，为成功来付款。嗯、那么就有比如说基金会，<對>慈善基金会说，我出钱。对。對那我雇一个人。 或雇一个机构，他们对于更生人有很好的服务，<是>比如说给他一个安定的住所，教他一些技能，<是>帮他去找工作，给他一些心灵上的一些一些培养辅导啊。那么他们做这些工作，那这些工作会产生多少的效果不知道。但是我作为一个慈善机构，<对>我愿意花钱请他们来做这件事情。 这就是第一个开始，就是在英国有一个叫 Peterborough 的一个监狱出来的人，<是>他们一年，他们这这个计划呢，他出了五百万美金，是请了一家公司来专门帮他做这件事情。<对>原来的更生人的回笼率，我记得不是非常清楚，大概十几个 percent，十一、嗯、个 percent 或者是怎么样。他说，你如果能够把它降低到七点五个 percent。 <对>就算这个计划成功，你已经很厉害了。如果还非常厉害，啊、因为这个减少了非常多的人再回笼，啊、那减少到七点五个 percent 的话，那么政府就要付我一笔钱，因为政府算得很清楚，一个人回笼一年要付多少钱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帮你政府省了很多钱，对不对？对啊对啊、还有社会成本、啊、所以我我对，的我，所以我如果降低了这个幅度。 成功了，<对>你就付我多少钱；如果不成功，我慈善机构就来吸收。啊，所以他自己负担，这就是一个整个在模式上的创新。嗯、本来要做这个事情，政府没有预算或不能做，民间有人出钱，有人出力来做这件事情，嗯、产生了社会效益，政府付钱，这个叫做 S I 太重要，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公益事业，就是说，比如说我发这个。 发食物给你，是的啊，呃、的给你这个救济金，是的。然后呢，然后就就就大家 say goodbye 了是。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慈善机构在做的事情都非常非常棒，大部分 focus 在救灾。对对，对其实防灾对或者是减灾对更重要。对呀，对啊对啊、防灾和减灾做了，你将来的救灾的需求就减少了。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刚刚 SIB 做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对。对 啊，刚刚说呃、啊、例子，我想我再我再举一个例子是是是啊，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我个人也觉得蛮有趣的啊。公司的名字呢叫做 Greyston 啊，Greyston Grey 是一个在纽约 Brooklyn、ok、的一个犹太人，叫做 b o n n i e Glassman。Bunny Glassman 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是一个密宗的大师。 所以这是一个密宗，密宗，密宗佛教的密宗的大师，所以这是一个很很特别的一个 combination。住在纽约的犹太人，密宗的大师，他在啊上一个世纪，啊，一九八几年的时候就创办了一个公司，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 bakery，就是这个叫 Greystone Bakery，烘焙烘焙的，做蛋糕面包，做做面包的公司。这个公司为什么要举他的例子呢？啊？ 他的公司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使命。他说：“我们之所以要做 bakery，是因为我们要 hire people，我们要雇佣人。是，所以他跟所有的面包店不一样。所有的面包店是说，我之所以雇佣人，是为了要烘焙面包。对，他说，我之所以要烘焙面包，是因为要雇佣人，嗯、雇佣人才是他真正的目的。啊啊” 那他雇佣什么人呢？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个例子，雇佣的就是根生人哦。根生人找工作最困难，啊、大家都知道。啊啊啊、所以他的公司，他现在是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公司，非常大的一个烘焙公司。他的那个东西卖给什么呃，Ben and Jerry 什么这些大公司里面，对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公司，所以他雇佣了非常多的根生人。对，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说影响力的来源。 像比如说刚刚的 D Light，是来自于它的产品，产品对,对不对？它的那个离线的太阳能灯，对,对它的产品。Greystone，它的这个来源是来自于它的营运，营运对不对？它的营运要雇人嘛，对，雇了更生人，解决了很多社会的问题，嗯、不平等的问题，这些都是 SDG 里面的、嗯、对,对,对的一个很重要的东题目啊。 刚刚讲的那个 SIB，它是用什么？它它是怎么样产生它的影响力呢？是用它的服务来产生影响力。所以影响力有几个不同的来源，是啊，用这些例子来<对>来回复。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影响力投资有很多的案例，但我们也从案例里面看到趋势，是对不对？有趋势嘛？哈啊！我看那个老师还跟我讲说这个。 这个影响力投资也是近几年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是吧？老师，您介绍一下。好的，我有几个我觉得很有趣的趋势，也可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哦。影响力投资<对>基本上，因为它是要来提供解方，为了某一个问题，<对>所以很多的影响力投资都是有主题性的，是，比如说我要解决水的问题， 我要解决医疗的问题，<是>我要解决减碳的问题啊，是就是我都是有一个主题式的。那么，呃，主题式里面当然也有一些主题拿到比较多的资金，有一些主题拿到比较少的资金。<是>最近我们发现一个趋势很有趣，就是现在有一些过去的主题拿不到太多资金的有两样，第一个叫做 biodiversity，就是生物、哎。 多样性这个部分拿到了资金非常少，过去很少。少啊、过去 biodiversity，第二个就是我们称之为蓝色经济 （blue economy），、嗯、这两个部分都拿到比较少的钱。但是我们这两年看到这两个主题慢慢的冒起来，是这是一个趋势。对，也就是说。 我们越来越觉得 biodiversity 的这件事情对人类的重要性，嗯，产生的需求很巨大。嗯、<也 S 2> 老师，也因此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生物多样性啊？嗯、是生物多样性，其实呃，我们有讲到说，大概是过去的五十年里面，我们人类啊、呃，我们这个全世界的这些物种啊。 消失的非常迅速，快速的消失，快速消。为什么快速消失？是大部分是因为人类的行为。嗯、简单的说，比如说以前的农作物是小型的农作物，<對>各种东西混杂在一起，所以它整个的地理是存在的，对。那么生物都存在的，对。那我们现在尤其是美国。 做很多的大型，比如我们一下子就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农场，对，做同一种作物，对对，用同样的肥料，<对>就是有机的<对>呃对对那个叫无机的那种肥料，<对>就是化学的肥料，<对>所以把生物全部都赶跑了，所以生物一直在在在减少，这个灭绝的过程会影响到人类的生存，整个生态系都改变对。 不再是人减少的，人类的生存，并且会减少人类的经济收入。根据最新的一些统计啊，大概生物多样性的这样的减少，一年会掉一个法国，就是会减少一个法国的经济的，就是整个法国没有了的的这样子的。用全球来讲的话啊，经济的产经济的产值 G GDP 的产值就会没有了。所以这个是生物多样性。 的这个部分，所以这是一个现在的成长的一个重要。另外一个就是叫做 Blue Economy 啊。最近有一看到有蓝色经济，最近看到一个新的一个 fund 刚刚成立，叫做 Ocean Fourteen 啊。Ocean Fourteen 为什么它叫做 Ocean Fourteen？很有意思，对，是因为 SDG 的十四条叫做 Life Underwater，就是在水底下的生物，对。 那么它叫做 Ocean Fourteen，就是它要专注的来做这个方面的投资。啊、这个方面投资有很多，消灭、消除海上的废弃物或塑料，啊、这是一种。啊对啊，让海，比如投资那些。 叫做珊瑚，对，这个也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部分。啊、珊瑚白化，然后对，这很严重的问题。然后投资，比如说鱼类。鱼如果说我最近分享一篇文章，就如果说我们人类把肉改成鱼，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少非常多的碳排。对、啊，所以如果我们提供优质的鱼类的蛋白质。<对> 就是对我们整个的气候是有帮助的，对、啊，对减碳是有帮助的。牛啊，跟猪好像排放那个废气是非常严重的，是,是是是。对对所以他们这个这个叫做 blue economy 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我觉得台湾我们是一个海岛，对，并且我们有这么好的科技，对，我觉得我们台湾应该在 blue economy 这边有非常多的机会。嗯，这是我们看到的。 一个一个趋势，所以大家这个今年的大学联考，大家可以注意啊，这个也许海洋学院是一个重要，你应该选择符合趋势的这个选择项目。<laughs> 那个嗯，影响力投资，我们刚刚说，我们叫做双底线，第一个要有社会效益，对，第二个是要有投资利润。对,对于投资利润的追求啊，又分成三种不同的追求。是我简单的讲一下，一种叫做 market rate return，market rate 就是市场的。 赚多少钱我就要赚多少钱的一个一种 return，<对>第二种叫做让步型的利润追求，就 concession。OK，那让步型的呢，就是说我为了一个特别好的使命，我愿意少赚一点点钱，就是我让步。 我的利润让步，<是>少赚一点点钱，这是第二种。<是>第三种呢是保本型的，就其实我并不是想要用投资来赚钱，我希望我的资金能够将来回笼，能够更有效的利用，使得我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嗯、啊，大概是这三种。就循环了，这哎循环，可以有资金有循环。对,对对。 那这三种的资金的追求里面呢，当然是以 market rate 这个部分是最高的。对对。对但是重要性来讲的话，都很重要。但是有两种，刚刚叫 concession 和叫做保本型的这个资本呢，他<对>们合起来称之为叫做 catalytic capital，就是催化资本。是。催化资本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如果碰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project。 哦、他将来可能对人类会很有贡献，<对>但是他现在在非常早期，那么这这种时候呢，可能商业的贷款进不来，因为有一定的条件进不来。<对>然后或者是商业的投资人也进不来。对。对那么也许现在我们有一些天使投资人愿意来投资，<对>那甚至于有一些到天使投资人也没有办法进来的。 这么早期的东西的时候呢，<对>这种愿意少赚一点钱，愿意忍受更高一点的风险，<对>愿意有更长时间的这种资本呢，叫做催化资本说。说<对>好，我进来投资，<对>我投资的目的只有一个，希望你慢慢长大，更健康的让别的 commercial 的。 Landing commercial 的 investment 可以进来，啊、对，这个叫做催化它成熟，哦、所以叫做催化资本，对，所以有一个时间差，<对>我先进来，我我我 take 的风险，对，我少赚一点钱，好<对>、啊，那么这是一种做法。另外，现在有一个新一点的做法呢，是这几年的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对>叫做 blended finance。是我催化资本要经过这么一长段时间，还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进来。嗯 那么有没有一个可能，我们催化资本跟一般的 commercial 的资本混合在一起，我还是拿比较高的风险，是。那么我就改变了这整个的风险的 profile，是，以至于 commercial 的资金可以跟我一起进来。我举一个例子，嗯、前一阵子有一家美国的很大的一个呃慈善基金会叫做。 啊、呃，麦克阿瑟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是美国大概第六大的基金会，嗯、跟那个打仗的将军是没有关系的啊。啊麦克阿瑟基金会，他们这几年非常专注的做影响力投资，这是第一；是第二，他们非常专注的做 catalytic capital，就是催化资本的这一个部分。对、嗯，嗯、他不仅仅自己做，而且还联合别的。 啊、呃，基金会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啊，非常棒的一个一个基金会在做这个事。那么他们说，我们愿意最近啊，他们大概是去年的年底或今年的年初，他说大概今年年初，我们愿意出两千五百万美元的保证，就是我保证，意思是说如果有损失，我们来负担。对。 我出两千五百万美元的保证，对，我们能不能够来做一个 blended finance 的一个大的一个项目，<对>使得我这个两千五百万可以扩大，对。然后呢，这个就有两个人来接榜单，这是一个啊啊呃,呃比武招亲的概念了，对,对不对？对对说我出两千五百万，有没有人可以来接这个案子？对，就两家人来接，一个就是安联。 就是安联 Allianz，安安联他们的 Global Investment，他们是做资产管理的公司。OK，另外有一家叫 FMO，是 FMO 是荷兰的一个发展金融机构。对，啊，就是一个发展机构。呃呃，所谓的发展金融，就是说我大概是拿钱出来投资和帮助别的国家的那样的为主的概念啊。 他们是一个发展银行啊，有开发银行，有发展银行。<对>那么这个 FMO 说，你出两千五百万的保证，我出一亿美元的 first loss fund、啊、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有投资有损失，先赔我的钱。是，我出一亿美元先赔钱的那个 fund。对对，我我我跟你呼应嘛啊。啊 那么安联就说，那因此呢，我去找十亿美元的 commercial investment，是我们大家做成一个大的放，所以从两千五百万增加到一亿的美金的 first loss fund。 对，再加上十亿美元的商业投资者，合起来变成一个十一亿美元的一个基金。对对，所以他们就一起来投资一些原本很难商业投资很难投资的东西。对,对,对,对所以这叫做 b l i n d y Finance，把它放大了，<色>放大了这个两千五百万的影响力四十几倍。对，对所以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做法，台湾有没有？ 目前就我的知道，台湾目前没有。对，我非常希望，因为台湾愿意出这种催化资本的机构，其实是有的。是，一些慈善机构，甚至于中小信保基金，<對>啊，甚至于我们台湾的那个国发基金，他们都有可能会来出这种催化资本對，对，然后找资产管理业者把整个做起来。我觉得来扩大一些这样的影响力。 <對>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这几年的一个确实老师，你现在这样讲起来，这个呃，整个金向投资，其实，在全世界啊，虽然我们有点陌生啊，但是在全世界其实很成熟了、啊，已经很多很多的案例，有很多,例很,多很多成功的案例，是的，呃，也是成熟的一些运作方式哈、啊。那我们现在就不断说，还有一点实际，我想问老师，那我们台湾呢？台湾的，尤其是台湾中小企业，那这个跟我们会有关系吗？我们怎么面对它吗？它可以变成我的注意吗？ 非常多的关系，非常多的关系，让我来想一想台湾的情形啊。台湾第一个目前的执行的面呢，目前还是非常的少。对，如果我们纯粹从我们投资的 fund 来说的话，在 private 的部分，就是在 private 的 market 里面投资的部分呢，真正以影响力投资为名的，目前我看到的只有一家叫活水，还有最近有一家叫做或者。 啊，这两家可能算是嗯啊，或者还有一家树我觉得是那个瑞那个瑞对陈一强、哦、陈先他们、啊、他们的那个，<对>所以他们做了很 serious 的来做影响力投资。<对>另外有树冠和或者是稍微比较小一点，<对>但是也做的很好的两家来做啊。那么目前是这样，但是台湾其实有很多的有有,有不是很多有一些 PE fund，其实他们做的东西。 都是跟永续有关，都是跟影响力的主题有关的这样子的投资，他们基本上没有用影响力为名，但是他们做的主题是的。但一方面没有影响力为名，但是我会对他们的希望就是希望他们用一些影响力的工具，来论述。 来衡量、来管理、提升、来报告影响力，是这样子的话，大家就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对>用同样的工具，对，和对了，也可以跟国际有一些接轨啊。所以你问我说，对台湾的投资界的期许呢？我会第一个对，希望有更多的这些 fund 来做。 第二个，我会希望他们用这些工具来做，对，然后大家有一个一致的一个 language 可以来做。对上市公司的投资的这个部分，在全世界影响力投资的部分，大概有三层的资金都是投资在上市公司的股票里面。是。那么台湾目前呢，只有一家，就是第一金控，他们大概在几个月以前发了台湾第一档的。 影响力投资的 mutual fund，我会希望台湾的各大金控、啊、各大资产管理公司，对对对拜托你们都发一些这样的影响力投资的 mutual fund，对对对对让你我这些人，我们都可以去用我们的资金去投资有影响力的企业，啊啊啊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参与，<对>大大家都可以参与，每个人都愿意呀、啊。 如果我一个投资既可以赚钱又有社会效益，对，我何乐不为呢？不要天天只有搞 ETF 了哈。是是是，<laughs> 啊、<laughs> 所以，我们也可以做影响力的 ETF，也是可以的对对哈。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参与这件事情。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对金融界我还很,很期待，他们能够做更多的影响力的基金，<对>用影响力的一些工具。对，这是。但你刚刚讲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企业界，因为我们讲影响力投资啊，一定是有投资者，也有被投资的人。谁是被投资的人呢？所有的企业都是被投资的人，嗯，他们也可能是投资的人，但他们把 definition，他们一定是被投资的人。上市公司不用讲，他本来就是在市场上拿钱，那么不是上市公司，你也是有投资人，好。 那么对于企业，我的期许是什么呢？我会希望他们了解什么是影响力。刚刚我们说了一堆，对,对对，什么叫做影响力？第二，你要相信不仅仅有 double b u t t o n line 这个双底线。是是对，事实上，最近的新的研究认为，你的影响力越大，其实你的利润会越高。嗯，这个我们叫做 impact alpha，影响力红利。 是，那么因此呢，你企业应该做什么事情？应该去想办法发展有影响力的项目啊，使得你的影响力更大。如何衡量？<对>就是你的影响力营收叫 impact revenue。<对>刚刚说我们影响力是提供 solution，<对>会得到什么 revenue？这种 revenue 叫做 impact revenue，使你的 impact revenue 会提高。 那这个提高非常的重要，以至于你可以吸引到很多的资源。<对>什么资源呢？第一就是人才的资源。<对>第二，市场的资源。<对>第三，投资者的资源。资资源所以，对你来说，企业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对>所以，企业界我会期待他，我会期望希望他们能够多做一些有影响力的 project <是>。用你自己的核心能力和你企业的 vision。 的愿景，来想办法在 SDG 里面找到一些东西，增加你的影响。力。是。 我们从呃吴道奎老师今天的论述里面就告诉我们，其实影响力投资是跟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每一个职场工作者都有关系的。的你的未来其实跟它是紧密结合。如果我们能够做更多跟影响力有关的这个呃项目的话，你的未来就会变成光明，会做越做越大。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吴道奎老师来节目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 影响力投资，谢谢老师，谢谢，也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观众，谢谢大家的收看收听，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